最近一种被人围起来夸奖一番的夸夸群火了，可以说在群里，无论你发什么内容，都会受到别人的夸赞。对此，有人说夸夸群里充满了正能量，而有的人说是太浮夸。那么您怎么看呢？从几张网友的夸夸群截图中可以看到，群里的人数少的有200多人，多则上千人不等。群里的内容也五花八门，有感冒求夸赞的，单车丢了求夸赞的，甚至有睡了十几个小时都要求夸赞。不管你在生活或学习中遇到了什么困难，群中的网友们都会通过各种风趣诙谐的语言劝导你。挺好的，夸人嘛，就会给人点自信嘛，就这样子，每天自信一点也会开心一点嘛。对于这样的夸夸群，也有一些人表示过于虚假。如果在群里说了不合理的话，也能得到夸赞，实在不合常理。这个东西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度吧，就不能就说很随意的去，很浮夸的去夸别人吧。心理专家表示，这种夸夸群的方式能够减轻彼此的压力，初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什么都要求夸赞，那就会容易把他人或者自己带到一个不切实际的状态，从而导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人们应该合理的去看待烦恼和问题，做更好的自己。我们要把它看作只是调节情绪的一个方式而已，而不能把它作为就是解决自己，真正需要的这样一个方式。